金盾大饭店的早餐 buffet， 这是水果沙拉，然后这里有鲜奶炒饭水饺，还不错，也有鱼哦。然后这个是馒头、烧麦，还有贡丸汤跟粥。然后这里有现煎的荷包蛋。金盾大饭店，是老饭店，但是装潢的都还蛮高级的。以上。